咁我哋最後會玩一首好簡單嘅歌仔。咁首歌仔係阿 Yan 揀，都係 Yan。辛苦曬大家啦！喺一個咁天氣底下咧，同濕地公園咧，就即係共度咗一個個幾鐘頭嘅一個我哋咁環保嘅音樂演出。今次係少少妥協，我哋有電話聽，就係、是、個三把電風扇。因為我驚有啲人頂唔順，所以都係有樣嘢安全啲好啦。咁就係啦，亦都再次多謝翻濕地公園啦，多謝我哋電策劃嘅DNA Community Arts Network， 同埋亦都多謝兩位主辦位 Circus Lovers Project 同埋伍俊賢嘅樂手。咁我哋下一次嘅再次求表演音樂會將會喺呢個8月1日，即係八月底嘅星期日，亦都再次喺呢度會有演出嘅係第三場演出。咁亦都麻煩大家喺走之前咧，幫我填寫一份我哋嘅問卷咧，咁就作為我哋嘅一個 reference 使用噶啦。好，多謝大家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